是荆棘连天又山区，就算煎饼果子配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接下谁干理，如今当街已无完人比，随便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连天又散去，就算煎饼果子配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接下谁干理，如今当街已无完人敌，随他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我们是观光客，我们极光岛地处中心，乃是整片无尽海域唯一的贸易岛，想上岛得交保证金。懂了，这是我从极北大陆带来的宝贝修士快乐水，就当便宜你们了。没钱也想上岛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太好喝了，还有吗？嘿，最后两瓶，清仓特价，只卖1000两。这么便宜，便宜我要了，我要了，我要了！搜到什么好东西了？啊，要是把这宝物送给小姐，小姐一定会奖励我的。老板娘，三间上房。我们不是四个人吗？有吗？一间，两间，三间。好吧，那就开四间。啊，只剩三间了。燕兰，你看这。北哥，咱俩挤一间吧。进去。哥呀，要不我们先出去找修复灵州的材料。好。这岛莫不是水里烙的培训基地？呀，这不是极寒之地的圣子吗？老板，你这儿有憨笑半步癫吗？闻所未闻。就是吃了之后要一边憨笑一边蹦的，不然就会摔死的药。哎，怎么可能有这么蠢的药？你逗傻子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在逗傻子？是你，要是岛上不能动武，我肯定弄死你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这么能装？不敢就是不敢，找啥借口？窝囊废！救命啊！打人啦！我打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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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嘿嘿，主人，探测到上品玄武石，是锻造武器的珍贵材料哦。在哪儿呢？哎呀，
客官真是好眼力呀、啊！这珍珠翡翠白玉石可是好东西啊，一口价4999。要不抹个零吧，40。这么狠，卖。这石头我要了。姑娘，这珍珠翡翠白玉石已经卖给他了，要不您再看看别的。不，我就要这块，他出多少我出双倍。这石头可是小爷我先看到的。你又没付钱。我可什么都没看见，要不这样，你们谁出的价高就给谁。无耻。10000。我出20000。10万。给你吧，我不要了。主人，这宝物可实在难得呢。那能咋办，这摆明了是个富婆呀。这样做不太好。哥，你看我真诚的眼神，你会帮我的对吗？干嘛想打架？美女，你脸上沾了东西，不擦掉就不美了。人家看你脸上有东西，好心想帮你擦干净，你不肯就不肯，干嘛打人嘛？我没有。就是他，带走。有钱就了不起吗？你有钱能飞吗？你们干嘛？不对，是他。瞎了你的狗眼，这个是岛主女儿，再闹把你也查起来。这就是地头蛇的力量吗？下次再见到，休怪我辣手脆。弟弟，你是昨晚下海着凉了？让我替你检查检查身体吧。哥，不用了，我没着凉。瑶瑶，有人欺负你了？我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厚颜无耻的淫贼。哦，我在极北大陆也遇到过一个讨厌的家伙，不过他哥倒是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快给我讲讲。进。小的知道小姐喜欢外地美食，特来献宝。哦，呈上来看看。此物名唤修士快乐水，一口终身难忘，两口浑身酥爽，三口如在海中徜徉。太好喝了。小的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将卖此物的人带来见我，另有重赏。多谢小姐，小人一定竭尽全力。王玉涵，你给我留点儿。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冥顽不灵。陆先镇。凶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也许你能把七界的局势搅浑。